OK， 同学们，就我们来看这个二年级数学活动本第三面。那么来到这个活动二，写一写。OK，A 连一连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是这个是637哦，所以你这个直接是连去这边哦。然后这个是900，所以900在这边。OK， 第三题154哦，所以是这个。然后到这个809哦，不是890哦，这个是809。OK， 第五题382，所以是这个。OK， 接下去我们看这个 B 项哦，可以填写文字或数字，所以读作就是写华语字哦，数字就是写1到9啊，0到9，所以呢这个是199哦，199，所以到这个是240哦，不是240哦，这边是2哦，240，可以到这个是300，就是这样写，300哦，这个是叫505哦，所以这个500 ，OK， 零可能很容易写错哦，尤其是这边哦，你们可能会写一个语字哦 ，OK， 然后这边是令哦，不是今天的今哦。所以505，然后接下去这个是687哦，所以687。那么这个是二年级数学活动本第三面。OK， 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在这边啊 subscribe 哦。那这边呢有这个有关系到这个 video， 你也可以看。然后在下面这边呢有一个 description 哦，那么可能你可以看到可能有 APP 可以下载哦。